花不语，风已至，匆匆一年又逢春。以诗为业的2021已将逝去，将旧事归于尽，为来年迎花开。无数次挑灯熬战，只是为了能把板材如期交付。数千次的埋头迎难，去牛皮纸攻克了行业十数年的疾患，变废为宝。不懈的探索和创新，数百种新花色深受海内外市场的认可。秉持对质量的精益求精，细微之处尽难当。竭心尽力的沟通调度，只为在集装箱一柜难求的情况下按时起锚。十年练就一件，第一个数字化车间在厂区落成，工艺革新赋予了板材更好的硬度和光泽。单片法无机水模式，用时尚元素塑造绿色健康新建材。披荆斩棘，每一次困难是为了生产装备更高效；迎难而上，每一次升级是为了让研发设备更完爆。奔逸绝尘，安装台罩服务不等待。厚植匠心，一年85000米台面，3500套钢端定制，是大家对产品不妥协的肯定。入围周到，用真诚和微笑迎来了一片春色。打造工厂联合装饰，产业化工人施工的一站式装修新板块，以东方巴黎前沿的设计理念和一流的海派精工，怀匠心做匠人，高端品质亲人家。在全国85%以上的土地，我们留下了不停息的脚步，深耕门店和终端推广，数十场客户答谢会线上线下联动，我们为经销商牵线搭桥，一起在携手发动。阿里巴巴国际贸易平台进入正轨，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客户的问题，传递生产信息。我们忘记了行程和白昼，从厦门到意大利维罗纳的食材上，都留下我们寻寻不倦的平凡身影。2021，也许有风雨，更多的是晴空。在忙碌中奋进，在领悟中成长。感谢一路同行的挚友，感谢鼎力支持的家人，也感谢坚守执着的自己。致敬万岁！未来的创新就在新一年的起点开始。2022年的春节，我们一起扬帆再。